院长，没有见过委员长的，请举手一下。不认识委员长的，请举手。好，来，待会我会介慎重的介绍一下，他是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大家长哦。来，后面请就坐。来，我们将以下时间哦交给我们的政治局的委员长蔡才炎先生，来，请热烈的掌声鼓励。 那个后面掌声很不热烈哦，再掌声鼓励一下来。好，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蔡才炎蔡委员长哈、哦，来交给他。哦，最杰出为的一个书记人，都到齐了吗？诶，上课哦。 第一，希望大家能度孤啦。哦，我想我咧上课，大家袂度孤啦。啊，另外呢，就是讲吼，莫有拄啊中途是吧缺席啦吼，因为我们要从头啊听到尾。短短40分钟哦，但我看，还佫靠我经验啊。因为谈到时间吼，向后拉，而且我们上课吼。 迄个拢爱准时，啊，恁下课若爱准时啦，因为我们所有这些吼，拢爱加油有关单位，所以有讲咱有咧照这个进度安尼无吼。啊，各位，<咳>我今天用的题目吼，迎接新时代。 以前电召国的人有那可能忘记题目，就希望以等待哈。但希望以等待了后，是呢，我们接着就要迎接我们的新时代哈。等于说新时代来临，这个时代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时代哈。各位大家想讲，大家学习了华语哈。 啊，经过有初级班、高级班，各有点招，要我们有一个概念的啊。尤其上掉的是这个台湾的进度，台湾的进度牵涉到咱台湾的近代史、近代史了哈。啊，以前我有讲过哦，我们很浅近的哈，啊来了解我们台湾近代史。那以前的时候，咱大家可能。 无定对历史有趣味啦，但对独独对咱这台湾吼、哦、有关心了，你就必须安尼强迫自己吼、哦，去了解咱台湾的近代史。我台湾近代史的时阵，有咱即马记的内底知影的课本中华民国互咱读的，当时为当时开始呢为西班牙，但葡萄牙部分拢较无讲，因为葡萄牙迄阵来伫平湖。 啊，了后是用较正式入来咱伫台湾的时阵吼，是咧西班牙，爱伫北部、南部，咧荷兰。在中共的时阵，三十八当了后时喏，地形讲过来，啊，地形讲过来的时阵呢，把遮个所以我讲来，迄拢是殖民地啦。因过来迄阵啊，咱本身住伫台湾遐，叫做原住民的，即摆咱即摆称呼讲高山族的。 那时候你生活大部分你伫山顶，所以因来呢北部拢伫边缘的地带，佮南部也是安尼。所以即个河南时代过，电信讲的时代，啊，电信讲了呢，互清朝，吼、哦，迄个统一了，变做清朝的时代。清朝了，互孙中山佮推翻，变因中国新的一个国号出来，叫中华民国。来，中华民国呢？ 我也搁互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代替，甲牵涉掉伊吼。啊，所以接来台湾即个遮，因把中华民国搁搬来台湾即个遮用啊。虽然有一个概念伫个，为西班牙、荷兰，因呢把台湾迄阵当做干了贸易的基地吼，因为东渡公司因迄阵拢做无用了，但是以后。 郑成功来了后时，郑成功把台湾呢做啥呢？
做一个反清复明的基地，我能讨论基地吼。啊，即马清朝和中华民国甲推翻，啊，中华民国和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甲推翻，伊造咱台湾，啊，台湾这呢反攻大陆的基地啊，哦，拢是咧做基地吼。啊，林国新伫这个疫情，日本通敌咱台湾的时阵呢？伊呐把台湾当作南进的基地，所以起初大战的时阵吼，各位来回想看卖，迄个台湾无定了，但美国又用美日搞来轰炸，所以咱伫细汉的时阵吼，迄个机关开来轰炸，但是无定了啊，好在，啊一个好个在底啊，想讲啊咱台湾的命卡呢，如果来迄阵啊美国。卖轰炸直接顶着咱台湾的心哦，咱台湾的命运唔是安尼啦，就等于伊顶着的奥基诺瓦，奥基诺瓦伊和平条约二十当了，他改变奥基诺瓦哦伊的地位出来，所以伊是政治解决啦。但是咱台湾无美国顶了，干那美日搞来轰炸，所以老实讲，这个台湾这个地位。伫美国迄阵也是遇到大疫情，那是看咱岛那是普普啊，甲烟雾雾啊就对啦，无啥物重要。但日本甲当作南进基地的时阵，突然间有美国个话讲，哦，向那重要，为虾米呢？轰炸菲律宾的时阵呢，迄、那个飞机是由咱台湾飞的；轰炸印尼的时候，也是由咱台湾飞的。所以美国迄阵啊，感觉讲，哎呦，台湾这个小小啊，伫地图看一块尔。哦，竟然是日本做的把那做的不成的航空母舰，底下呢要做南进的基地的，啊，拢做基地，了中华民国来加做反攻大陆的基地，哦，拢做基地哈、哦，所以真难的，我咱台湾民政府了是呢，咱是永远哦，建立咱家己的基地就对了，哦，这点咱大伙用鼓励了哈。迄、那个台湾，唔是讲美国头啊，二次大战看人普普啊。其实从中国来讲，台湾这个所在，那是为历史来看看，那是看人普普啊就对了。为啥清朝抗日战争一建书了是无征求咱的以前的上好住伫台湾在祖先呐、啊、先民呐、啊，有要过来好了，有南岛过来，有对个人马进呐。你看先民的同意的时阵，一个挂号。大日本帝国皇帝，各位大家知啊，迄只挂灰是因为啥呢？讲这台湾这个土地，这个所在吼，是一个男无鱼啊，啊鹿无情啊，鸟不语啊，啊花不香，会啥？化外之地，真正敢挂人做无就对啦。所以你挂大日本了，日本人伫五十当这所在开始来建设，尤其1945年四月七，甲咱。纳入大日本帝国不可分割领土，所以咱的命运就是安尼啦。你大清帝国的时阵，又要尊重咱挂号人，那么今仔日经过这个变化，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两口罩，拢一直讲咱台湾是的。所以老实讲哦，美国甲讲哦，啊无安尼啦，即讲你的吼，总是要有根据嘛。啊、有白纸黑字嘛，无通揭出来。中国无通揭出来。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讲了，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迄是在公共的年龄。战争中的时候，因伫开罗宣言1943年，迄阵正在战争哦。战争的时候，为了咱在同盟国来讲讲好啊，战了的时候哦，迄地安怎？战了迄地安怎？但是呢？战争要刷，上盖上重要什么呢？叫做和平条约，这是国际上都要承认的。所以在1952年的四月二十八的旧金山合约成效日，哦，这里去大记哦。在今年，就是这个月啊，奥巴马要去日本访问的一选到之日，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生效日，要见日本天皇。
它有意义在哈，来想看嘛，选举制度。所以当年金砖会来对日本天皇也权力被宣吊起来，美国并无改废除掉伊啊。那如果把天皇废除的时阵呢，那么咱台湾甲平和这地位吼，老实讲唔知变哪处理了。国际局势吼变化多端啦，咱啊差一点点啊吼，就迄阵啊就用红国人呢。伫1971年的时候，哈马就又国人，来阵啊国人，我就咱无跟啊咱岛民政府。为什么呢？迄阵啊美国支持中华民国，伫咧啊过时阵啦，过代最听的有可能恁也拄着这个问题啦。因为我就是高雄的时候，拄着大叔甲问这个问题，讲中华民国伫联合国内底啊，迄阵啊，为什么中共要入去？你无用护国权，有你安理会协助内底，你有否决权，但你为啥无使用？和中共入去，现在你要入去，啊，人家挡你门口，和你袂当入去。有些人都有点这疑问了、啊，关于中国的心。为什么今仔日伊伫内底，你若处处拢甲你复决掉伊？这个政府顶替还足奇怪。当初你伫的是为啥要入来咱一个复决了啊？其中很重要一点啊，因为美国支持中华民国伫联合国内底，是基于安那呢？迄阵那是冷战期间呢，两个大集团。一个就是有苏联为重要的共产集团，一个就是西方，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在两战的期间内底，老实讲，有些拢无法度分清楚、真清楚。在美国，你支持中华民国，你联合国，你代表全中国。很奇怪，啊，中国人迄个穷鬼啊，咱所以前读的讲遐穷鬼啊。啊底下啊，你是要代表因啊？这就是那二次大战的时阵咯、哦。迄、那个希特勒攻入法国，法国和德国占领，但因呢流亡去对，流亡去伦敦。伦敦的是伊袂当讲我流亡来英国，我流亡到伦敦，爱用城市的名。所以迄阵啊呢，全世界那人人讲，你法国伫伦敦迄个流亡政府。来代表法国啊！来，今仔中华民国，你用赶出来，他流亡到台北，所以就请你台北。这各位咱大家搞不清楚呢，还是流亡台北，伊毋是流亡台湾呢，是流亡来台北，用多西的名。所以流亡来是伫美国西方要围堵共产集团，所以安那呢，就加讲你会当代表全中国。那一阵啊，苏联集团呢，伊苏联每一党拢提案，但是呢，甲大会内底拢否决掉伊。伊用重要议案按三分之一啦，都不要说刚才你用否决，三分之一都无法通通过。所以国际局势咧变化的时阵呢，把中华民国一定用哭掉出来。这段历史，这是熟悉的哈。在1971年的时候，有一个亚非33个国家，这个亚非第三势力了，叫第三势力，有西方、甲苏联、另外亚非33个国家第三势力成立的时候，因为透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提案，迄阵也是甲美国施压，地图拍开，无论人口，无论土地。拢是遐那大，为什么这个中国代表权和这个小小的台湾在代替？所以美国你若如果要改变政策，那么阮亚非33个国家拢完全要支持苏联的集团，就逼美国派国务卿来蒋介石讲啊，蒋介石讲哪呢？汉贼不两立啦，哦，汉贼不两立，这句真有名，大家拢记得哦，叫汉贼不两立。但美国迄阵的意思是安那呢？你降落来波托红岸国，你的名叫做中华民国，你有效统治区域是包括台湾、澎湖。个另外两个石头，看你有无？就金门、马祖。安尼加起来是吼，
都会当构成中华民国有效统治疆域。但是如果老蒋现在答应的是呢，老蒋中华民国就是唔免讲进吼，民进党啊，应该选举是你的口号讲中华民国台湾，当然中华民国了。到1970年，我咧想讲，迄阵啊，上帝有可能甲蒋介石讲，讲你唔好答应。上帝个秃头啊！哦，啊！个突然间讲哦，汉贼不两立啊！汉贼不两立，好啊！安尼呢，落迄、那个迄、那个插落入面啊，就对啊！你这汗就造出来啊！就用挂出来。国际局势的时呢，因为安那呢，美国不用火车权，一再需要的变化。然后呢，你如果用重要法案的时阵吼，就重要议案3/2，迄阵啊，你也无呀。较早咧维持咱伫联合国内底，是拢开咱台湾老百姓血汗钱，拢去买票，买啊乌身呢。各位知影吼，咱在拥有最起码60-70票伫联合国内底哦。逐当若要联合国开啊，拢落去送钱互人哦。这当然以后民众无通对啊啦，因为你也无通对去讲当送我啥物人啊，啥物人送的就对啦。但事实是安尼，你小小台湾了，你要代表全中国。按一套的啊，你像即摆咧选举些人，哪用钱买的啊？所以你的地位哪是用钱买？啊，你台湾的政权哪是用钱买？所以中华民国会让生存的心，一般人会搞不清楚。所以我讲，那1970年迄阵啊，蒋介石个答应，就无咱台湾今仔日台湾民政府，啊，台湾变哪，咱唔知；，就中华民国变哪，唔知。迄阵啊，有可能形成一个突袭了。突袭的是哪两个中国？迄阵有东西敌啊，有南北韩啦，有南北越啦，啊，所以东西中国虽然是一敌啊，不成比例啊，但国际局势进行之下，迄阵啊阿强也无反对，伊周恩来是感觉甲毛泽东关键比较国际社会啊，所以无查迄个一敌敌啊，安内就比了后是要求一边的国际的中美英华书对不对？等于五大国来的安理会的，是即卖迄个协助嘛，所以无在乎啊。反正你讲了普通话讲好了，但是因为局势的时候呢，啊，蒋介石一直反对，所以造成今日人口有咱的大民政府，啊，无迄阵啊呢，造成这个迄、那个新的局势出来，你都无多啊就对了。尤其美国迄阵啊，想要给砍掉的，要砍我顾唔知哦。一出大战了的时阵，老实讲，美国为啥没有宣布撤军？各位来想看嘛。你战争回来的时候，战争结束了，我那个总统，我的参议院要宣布撤军了。伊拉克美国底下七党哦，奥巴马的时候讲啊，我明年几月我要撤军，所以撤出伊拉克，第七党来撤出伊拉克，搞完了，对伊拉克也民政府。在台湾呢，足奇怪，你甲现所谓的诶迄个历史记载记录哦，美国总统历届的历届总统无宣布从台湾撤军，包括参议院也无讲从台湾撤军的，所以是美国伫台湾这个所在呢留下伏笔啊。所以杜兰水先来讲，台湾地位未定论哦，啊，台湾争夺何去何从？老实讲，以前啊，我从前嘛讲，台湾前途何去何从？就看到咱台湾未来命运啦。这当然和美国，人家和日本有关系。啊，头是阮就讲和中国有关系。所以阮十五党出来了，各位哦，而且十五党出来了，阮除了抗争，搁抗争个联合国伊，抗争联合国内底先，阮啊五个代表其中一个。招待呢？中国的大使馆呢？啊，即摆想想有够空，有够空的。啊，你控制中国是要创啥？咱抗议书，吼、哦，招一家迄、那个，哎、啊，迄、那个中国遐大使馆就招了了，甲老个警卫啊，就美国人乌身的警卫啊，来接受阮的抗议书啦。啊，虽然咱阵啊呢无敌啊，你甲中国控制咩创啊？啊，台湾啥物都无关系啊。啊，所以因咱的读的历史，拢错误的历史嘛。咱这边来讲，
那边是什么流寇啦、汉奸啦，什么啊？那边拢啊当作英雄啦。啊，赶快呢！那边那都在流寇，什么啊？这边拢当作英雄。所以咱的中国这口罩、那口罩所读的历史，拢无拢健康，尤其是家己呢，拢扭曲迄个历史。为啥咱台湾人出去国外咧留好心呢？尤其是吼，我较早校长啦，遭遇调查叫遭遇两届啦，我当年拢无代志拢出来。我到尾知影讲啦，迄阵我伫警备总部啊，已经内底咧关啊，内底讲讲，恁的校长也来呢？我的校长来咩说？了了，为内底含伫调一个同款的人，乖伫遐咧讲啦。恁校长叫遐问啊，问啥呢？讲为虾米？高中还毕业的去台大了吼，99%出去美国留学吼，大陆要主张台湾独立啦。吼，伊感觉你校长是安那假，是安那迄落。为啥呢？因为咱大人读历史的时阵，出去外国，哦，历史的还原真相啊，就感觉伫台湾读历史拢是唔对的嘛。所以咱从伫校咧读，读因中华民国咱历史。恁各位大家想看卖吼，我来记咧。所以讲，有了5000年的书啦。皇帝唐虞夏商周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到中华民国来啦。咱读到只有内容无啊，啊拢无效啊，啊占咱的时间啦，浪费咱的青春啦。啊，所以各位，今仔各位咧上咱台湾政府的心哦，虽然是初级、高级3日、3日啦。但我讲啊，县贵伫中华民国教内底读10档的册就对啦。所以咱台湾这个命运吼，有当我是讲冥冥之中啊，拢自有安排啦，有时候强求不得。有当咧，美国你讲是咩安呢？另外有一个客观的因素造成你无安呢。老实讲，中国一直咧笑笑咱这代，都一直含中华民国哦，夹做两个兄弟啊。所以我当讲哦，我当初的时是有咧中华民国要反攻大陆，咧杀猪拔毛，咧用一个政策，整肃异己的政策。什么人讲袂要反攻大陆？反攻大陆袂成功，啊，拢了解咯。啊！作个骗人，这个金光洞骗人的时候，60几档啊！各位大家，今日我语重心长的讲的，正是这个国民党的心是全世界上大的金光洞啊！伊甲咱骗，你含美国订立了中美共同怀疑条例的时候，已经就出卖咱啊！就讲你美国，你等下甲我过，卖哦中共那边过来。啊，我呢，就蒋介石个啦。啊，我若无被反攻大陆过，吼、哦，啊，你着第七港就甲顺嘞，顺嘞落啊。吼、哦，迄边卖过，我这边卖过。但是呢，来对咱，就讲要反攻大陆，一人准备，二人扫荡，五人成功。就虽然下决心呢，七八拍嘞，我着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啊，各位呢，到哪里去啊？到今仔日，因所谓穷富啊，因含了只啉红酒、把酒言欢，底下咧烧浪，各位，对咱这大家，卖过咱所有台湾人，对阮坐过落这大家呐，情何以堪呐、啊？有咱唔知啊，咱是伫种要反攻大陆这个口号内底，偌济人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所以呢，国民党是老实讲，一定要离开咱台湾，别个离开就是咱各位各美国。咱各美国先哦，你就算和一点对，你是这边占领国呢，你无大无小哦，用迄个马加萨一号令，啊叫迄个佩特拉来，啊这佩特拉把佮咩？佮美国你军舰咩个载来？吼、哦，可以抵制大家，当然造成个烂嘞。因为过来时，建立咱台湾人对伊完全不信任，
可真讨厌。各位，为什么1947年的时候会发生日本事件？1947就是因中国，因伫南京制造中华民国宪法，1947咯。但1947制造出来无用，为啥无用？第一，台湾228事变，佮另外呢，中国遐含阿强伫遐咧吃吃擦擦，所以这部宪法无用。佮1948年的过年的时候，他把这份宪法冻结。佮当时呢，佮派过来，整个土公啊，派黄金鸭啊，拢派咱台湾的时阵呐。佮你定位咱就佮到大明算的时阵哦，迄阵啊，佮呢就解除了掉了，佮用宪法了。但这部宪法为头到尾，咱台湾人无受益的呢，为头到尾哦。佮来推个较早的啦。他1936年的5月5号叫五五宪章啦，这个五五宪章内底干了啥？蒙古时的台湾了无，所以抓头抓尾，咱台湾拢无属于中国的啊。但因今仔日提来靠腰，讲咱台湾是的。如果咱台湾乃是咱的先民甲咱的祖先一直在开垦打拼，那如果从非洲的伊索比亚遐囡仔打鱼啊，大头壳，对中国来讲，来提出这个负责任哦，伊就从清朝讲啊，这个化外之地嘛。但是呢，清朝在打拼，台湾建立全世界即嘛外汇存款第四名，但外汇存款第四名，把咱台湾用个天怨人怨，用个咱生活比16年前佫较歹。你各位想看嘛，这是不是人为因素？咱的先民伫遮建立这个遐好基地，今仔创到好这个马英九的时阵，搞到乌白母。各位，遐学问的心咯，胡茂遐学生呀，咱看到遐的心咯，很痛心呐，啊疼啊，痛含疼拢连做伙啦，疼是疼呀，我心唔甘嘛，啊痛呢，啊心疼啊。迄为了这个心，我用讲个老话老底啊，而且我以前不做过的代志啊。几啊声音啊，挺胸火，迄个水莲我咧抓，哎来凶呢。我在咧抓是啥呢？卡只片转过来，啊手高咧，啊好抓呢。但唔知啥呐，卡系讲好啊，挺胸我个系啊，这等于一定来凶诶。个另外一骨那咧讲。我较早因来咧讲哦，咱知影，伊安来造火药啊，因为伊个装备吼，一定招输咱呐，所以吼，伊那药啊，阮就造啊个血热灯啊，因为那个药，阮个造，告告火药迄落吼，正报警察，精疲力尽呐，阮哩做血热较不稳呢，但咱这批当然抗争不一样，含较早野百合这里啊静坐不一样。所以咱的胡茂问题，不是今仔日咱要讲的主题。哦，咱里面讲些公开胡茂的热热等就对了。哦，这有机会和必须你讲啊。老兄，看到咱这边拢咱家己的主题啦。我来讲，如果今仔我若无参加咱岛民政府呢，我必须对讲，我得处理啊呢，我得处理他们社会啊呢。尤其讲是我耳朵要加薪了。我的号召来保护咱的子弟呢，咱这优秀的囡仔呢，伊不是为了个人呢，所以这批真单纯、可爱、有理想，而且咱的子弟，绝对要好好啊保护嘛。但是呢，应该变个讲是政党底下咧，你啊，所以咱不卖管你啦，吼，咱管咱的了啦，来咱关键的时阵。啊！叫人来请身份证，啊！叫人来上课，那必须这样讲的。咱人老搞了是管因遐，咱因为美国遐接政权，美国加上把中华民国赶出去。因阿美国讲啊，当初是你军舰甲载来哦，嗯啊，即卖呢啊，你也要再造，啊，主要再对，你美国要想办法啦。咱的对象是你美国。有咱要接接关系，甲你美国，唔是甲中华民国。虽然在说本土单人，是作者人也袂觉醒。
各位咧照张身份证的心咯，拢会碰到边啊？卖碰到呀，各有烧死啊！阿宝，我做蓝线团的各有是，有哪边人照？卖讲呢？台湾的政治受难者是了国民党坐落这的人，都脑筋死定定嘞！吼、哦，咱阿讲的是这台湾身份证，伊讲因较早老见过呢，啊，这个叫台湾国的啦，哇，啊、台湾国的。啊！你台湾国的身份证都无效哩咩？迄人家己底下因台湾的印尼的尔，够300块。啊，即马够台湾政府的，啊是300。啊，含人讲一千个拼价，啊笑死人！啊，一出西装人来可能比你先啊比啊。咱的身份证是100%英制，咱伫美国甲你印的呢，尤其咧晶片哦。啊，即马伊俩吼讲，啊，你看。咱的币较俗啊，好啊，应该红沙沙看起来吼，盖成成玩具人的吼，币量较水的啊，后金的就对了。啊，所以有人伊啊讲，我讲哎，拜托的，哎，都无效，还要送我了，无爱给废弃的。所以各位，也咱台湾政府的心，你卡步咧行的时喏，做有的真的困难，唔是咧萝卜白念念咧，时时人有安那咧。哦，要甲咱做同，所以我有机会，我能甲咱的同心讲，讲啥？因为每一个团队内底，拢有了不少分子插入团队内底，无凹的，遐那呢有权力来源、有资金的来源，遐个人无欢喜看你成功啊！因为你若成功，伊就无伊啊。所以真简单的呢。当初国民党的英军、民进党的对燕山饭店开会成立党，各位，啊，大位唔算，你算燕山啊？啊，燕山是国民党开的，啊，你选择的所在，你一举一动，国民党非常清楚，也表示呐，内底人炸了个叉子来底啊，和你做冲动的党员，包括因的党籍，甲你上来用这一个十字路口。把咱台湾放伫十字路口，我伫初期嘛，迄阵人拢伫甲咱中心讲，民进党创立的时，台湾就没有方向感了嘛，所以放伫十字路口，咱人行入十字路口是毋是爱左右爱咧看，来过车红灯，是毋是真危险的代志？所以把国家咱台湾放在十字路口，就类似台湾没有方向，所以佮造成咱几十党内底迷迷糊糊。拢对咱的，对咱所谓本土台湾人震动在行，出去来抗争，台湾是咱台湾人，伫画个暗格拉金的大条，画几十档有效无？无效，假了咱嘞。但是咱不知不觉，就是讲，这个震动是咱从细汉甲培养大汉的，咱做卡步提提落起来，但唔知这个囡仔是大汉的时嘞。他呢？会头壳牛啊！你讲呢？人讲细汉头壳牛啊，大汉头壳牛啦。有在一路地行啦，咱拢原谅咱的囡仔啦，就是咱的民进党啦，就是咱的脱线民进党，咱本土民进党啦。所以咱爱台湾的民进党，咱为正开始是冲动，一直靠落地地行。有人外口咧批评咱民进党安怎行咯？咱都讲马建是细汉啦。爱原谅伊啊！我系啊，啊大汉时咧头壳牛啊，你知影无？所以这是咱做唔甘，而且个足艰苦的代志。但是好个在安那呢？多有咱的秘书长，以及台湾民政府的成立，各美国了先。老实讲，我头下伫门外的咧行来行去哦，好像我要去乐观小祥，安尼行来行去，你是咪门内甲门外，你的程度绝对无同。但是我毅然走入玉光内底，为了我要去学功夫了。含当初新民的内底，咱只把官校内底学功夫。但是，伫民进咯，伫咱民进的心咯，咱不是要要学功夫啊咧，咱是要讲机关当民进的心，伫咱这当民进党内底心吼，内底有迄个党纲啊，有那个决议文啊，咱头爱人接受啊。当初的结文叫啥呢？台湾自民自决。
我想在座咱人，只要咪让家己咪接受啦吼。台湾主民主决啦，不管你乌啊汉子，到底即大家人家己决定啦。啊，讲也真好听，但你实施即落困难多。来到1999年的时间改善，你知影无？各位在座有民进党，你知影敢能改善无？那知影敢举手一下。那一位、两位、三位，敢能改善？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今天听见了，小可下书下书啦，有咱原来的主张讲要献的啦。但下较久呢，咱的国号叫中华民国。你听得会安怎做的感想？你民进党当时把咱台湾出卖给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干先叫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干先叫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干先叫中国。啊，所以呢，咱在本土的这所谓政党不知不觉，那在咧陷阱内底啊，陷在选举啊。啊，所以各位，有这个机会，大家来这三甲听这个法律论述的时阵，我为什么讲我讲会较激动？因为我当时间就是要为主头要主张台湾独立嘛，所以我头要用武力的。他说我入去入军官校，但是有一本册影响到我的思想，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当初是要推翻德国皇帝，那是用主张武力，给入去坐半世当的希特勒。但是出来了后，有一个 Pop 去参加 Pop 来底先吼，多少回来就是要清理纳粹党遐，底下咧讲，讲到希特勒安尼好。放弃武力，要咧政党选举的时阵了，用无拉会，用邓伊纳勒。哦，德国安尼呢？所以我看到了时阵，讲台湾人这个呢，免个拉会，安尼无真好。就选举能改变，好、哦，咱出了满百个希望。要到那些经过安那呢？经过来抗争了，会能选举啊？台第五选呢？到尾总统直选，阮第一个。中华东路遐困五日呢，暗时落雨就爬起来呢，曝打打去坐落呢，啊，从笑从空诶。但是呢，咱台湾温暖的一面，有咱呢，咱左人哦，查某人吼，咱夫人呐，经过迄个天桥的时阵吼，几百钱哦，总安尼压落来，压了也无讲啥，就做一件做一走。所以咱下骹的人收起来了时吼，导致咧拢无同款的人，伊看到阮一堆人伫遐边总统直选，所以这个口号是咧以前唔敢发，咱咧发心咧，有人会感动，所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我咧有力出力，阮出人，啊，结果有遐无名英雄出钱，所以内心感觉呢，咱台湾真正温暖的一面，是你唔知尔，无机会去表示尔。你要从这届是胡茂佳先呐，吼、哦，为人上上面，各位，迄个时呢无机会，有机会大陆个表现出来。所以咱台湾行到这个地步，我咧讲为什么讲我们迎接新时代？因为过去咱台湾近代史来的所有时代，我老咧就对咱就怀疑、怀念，哦，你把西班牙、荷兰老落来。荷兰一挂，咱即摆个语言一个有那个流乱的，你按成功华纳会啦，哎，佮当作华纳咧咧用个会啊，啊华纳会啊，啊华纳油啊，啊以前也华纳咧用个油啊，咱无个啊，所以即个名称一个第二只啊华纳姜啊，吼，啊个上吊是啥？迄阿姆土啊，迄阿姆啊咧用个土啊，就是讲水泥呢，咱即摆讲北京用水泥呢。啊，其实阿姆陀，老实讲，我真也无咧讲水泥，我那是讲阿姆陀呢。有这阿姆陀，干嘛作亲切的个？所以我讲，因这时代无可能老嘞。即摆咱回想吼，吼那边讲啊，电线工啊，日本干，带迄个老来吼，讲不完啦。即摆咱讲啥嘞？中华民国中国人老落来，才笨手啦。唔知对几人会当好你打你流乱的啦。哇，你阿表你讲啊啦？你比较时间够，反正因为时间的问题吼，
啊，所以我想由咱咧上下课，啊，照着时间啦吼，是不是还佫一轮奖？哎，还佫一轮奖啦，我结尾啦。顶届时阵吼，阿爸看伊较变的啦，我想可能还佫三分钟啦。其实是讲 OK 啊啦，讲好势啊，我讲还佫三分钟啦。啊，歹势人讲超过头去吼。所以各位，咱即摆有一个信心就是啥咧？因为美国国会伫去年八月二六，他一个叫做一个小组哦，小组哦，正式对外的对了公布，等一下呢，就是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一个中国政策的演进，已经结结果性的正式对外发表，就是讲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国都没拥有的台湾的主权，通通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这里面过去国会来的时阵哦，让正式对外公布，尤其长。美国国务院一个亚太助理国务卿叫卢素，台湾端必须对你讲哦，做罕见的哦，以前伫个国会证词吼，拢无咧讲的，但张都讲出来。美国一贯的立场就是无主张台湾独立，这都含咱论述内底吼，拢做下，但伊也很罕见的，讲做啥呢？美国希望。台湾的自治主体啊，第一次讲哦，各位大，这秘书长有机会讲恁听吼，这含咱的论述吼，拢伊个是美国其实的主张呢，但伊毋是要你中华民国自治是台湾呐，我必须拢会，因即马拢含住好咧，啊把中华民国无爱讲啊，啊拢讲台湾咧，哦，啊所以。咱为长卢水的参议第一个国会吼，做出来的，若攻击股出来先吼，这是咱以前毋捌听的美国政策官员的正式讲的，所以不怪那呢，就咱要接掌的接接的心哦，时刻已经来临了。咱的新的时代来的是咱的这个台湾民政府迎接这个新的时代，为什么呢？美国整个政策在改变哦，所以话各位，有人当心安德烈讲，必须讲六月美军的入来，唔啊奇怪，拢也无看到迄个阿多啊，咱伫迄个街路看到拢遐四二六的，四二六跳舞啦吼，哎，就阮南部属于啦，迄四二六的，迄四二六啊，吼，拢看到也无看到片啊，但各位。我高雄的时候，美国学校在扩建，这个田埔遐美国学校在扩建，尤其我高雄时间到吼，哦对了，我知了，我向我看过个 OK 啊 ，OK 了个三分钟啊，来，因为吃饭时间到啊吼，啊，以上多谢各位，多谢，多谢。啊，各位同心，啊，咱稍等，吃饱了吼，12:40，好，第一批拍照。新竹州跟台南州第一批哈，12:40拍照，啊，第二批就是其他各州的哈，也可以先过去准备，因为第一批拍完就马上拍第二批了。第一批12:40，新竹州跟台南州。